还有我差不多这个记名是哈，他办的活动我都很喜欢参加，因为每一次看到他在讲话，我就觉得嚯，这有精神的呢，足健康的呢，感觉台湾足有前途的啦，大家有赞成有赞成，每摆我也是哦，去迄个国会安尼哦，立法院安尼，去用执行转来安尼，哦，拢无啥大力劲哦，我都系足爱看着讲哦，执政体安尼啊，健康啊，哦，就好安尼哦，所以我是百万俱乐部的会员呐，对，你也看，政治界呢，我身体力行哈，那这个也是他送我的啦，我当高雄市长的时候送我的，哈，高雄市长送，在十月的时候送我，已经走了，第一个100万步已经完成，现在70万步，170万步，今天4500步，好，现在到现在，啊，所以都还有一个加油这两年啦，啊，我晚上每天10点哦，看剩下差不多2000步、3000步以内哦，我都跳一个舞把它补起来，有没有？我自己编一套舞，叫做减肥舞这样，啊，好啊。一开始我太太以为我是 K 档啊，因为我在那个书房里面啊，我在跳，哎、啊，因为为了让这个运动量增加，跳那一种塞内加尔的舞，这样很夸张，跳，我太太哦，我跟太太讲这是个 K 档很需要，后来我跟他解释，送他一个，说你也要跳，一起 K 档这样子，那、啊、所以这个健康是非常好的哈，给就会跳没了。所以，而且呢，很多以前呢也是只能忙啊，现在就很注意，尤其哦，平常穿西装哦就比较不容易动，所以现在夏天大家穿便衣哈，鼓励穿便衣，就很好运动哈，要做伸展运动啊，要跳一跳啦，都不错。还有各位贵宾啊，今天卫生署非常是带领来推广这个活动啊，那刚刚那大家有听到？加油打气！好，怎么样？一步一脚印，用脚爱台湾，走出健康台湾。那各位等一下就可以照着这样做。可以，还在外面这边。加油！好，一样，走遍，走遍，哈哈哈，到了现在，啊，太有钱了，谢谢，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